小伙伴们，今天又是赶路的一天哦，一大早从广州赶往九寨沟。今天这个飞机是咱们西瓜视频的包机哦，全是西瓜视频创作者。每次坐飞机我都选择在窗户边上，因为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，天空的云真的特别美，看小爱的外公都在看着发呆了。今天飞机上还发了茶点哦，一瓶水，一个大面包，一个小面包，还有一盒龟苓膏。哎，我喜欢吃龟苓膏，这个还是鸡肉肠的，刘小爱喜欢吃。到了九寨沟，明显的感觉到天气有点凉快呀。看看这路边的山，那白的都是云哦，像不像棉花糖？这路边上的这些都是牦牛，牦牛在路边吃草呢，它们还挡住了我们的汽车。这是要过路费吗？看见他们想的牛肉干。终于到了。是欢迎的意思吗？对。哦，谢谢。两个小时飞机。两个小时汽车，终于到了。现在给小伙伴们看看我们的房间哈。进门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边右手边是个洗手间，然后呢出来就是两张床，我一张，小爱的外公一张，然后呢一个大电视，这边下台阶，这里是一个小客厅，还挺好的，这个还挺好的。来，我们来寻一下宝，这个位置门，你们猜猜有没有宝藏？如果是刘小爱来的话，她肯定会第一时间翻柜子看看有没有藏宝藏。你们猜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冰箱哦，可惜啥也没有。去年去三亚里面还有各种饮料。这个柜子里面，这个是 coffee， 可以泡咖啡喝。这里面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里面啥也没有。这个里面呢？这里就还有一个小阳台，看看，黑的，很小，就这么小。这外面就是树，那边就是山。如果牛小爱来了，肯定要研究这个灯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刚才登记的时候给我们发的一个大礼包，我们看看里面都有啥啊？这是什么？西瓜 play 的宣传册，然后呢？这个是西瓜 play 的口罩，这个口罩还有点酷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雨衣吗？哎呦，这是一个毯子哟。对，这是一个毯子，这边比较冷，可能怕我们冷吧。好看吗？看。啊，还有一个，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？这个东西。有点拆盲盒的感觉，闪了，魔方，可惜我不会玩，这种彩色的魔，我不会玩，我还是漆的，我比较有心意的那种，带回去给你选，搞闪了，不能搞，还拿了好多零食哦，这个是哪个好吃？随机拿的，我们家牛小爱，我都出来两天了，一次电话都没给我打，也没给我发消息。都不知道想我，给你们变个魔法吧。我硬是把这个魔方给它拼起来了，知道我咋拼的吧？这个是完好了，这个刚才我给它弄散下了，我对着这个给它拼好了，厉害吧？不要太崇拜了，装起来带回家给牛小爱。一个哥哥要是不要的话，就给洋洋，洋洋给哥哥俩玩一个，牛小爱玩一个。魔方给牛小爱带回去，零食我全部给他吃完。我看他好吃的好玩的都想牛小爱。结果他都不想我，也不给我打电话，哼，他不给我打，我也不给他打，就等着他，哼。